好像少了点什么，啊，鼻子呢？鼻子哪儿去了？哦，原来1798年拿破仑侵略埃及时被炮火炸掉了，少了个鼻子怎么办呢？有了，我来给他做个鼻子。在哪儿？鼻子在哪儿呢？鼻子，小狗狗，看，是鸡丁。现在只剩鸡丁一个了，抓它真是易如反掌，没错吧？那个笨蛋跑哪儿去了？在这里做叫花鸡最合适了。笨蛋，还在这儿做白日梦呢？又打我干嘛？还看，这回祖先保佑，我们一定要把鸡吃到。咿呀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呢。得想个办法才行。Hello。你好。你们好。我们是住在附近的埃及人。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是这样的，这座狮身人面像少了个鼻子，我想给狮身人面像装上一个新鼻子，这样看上去也许会比现在更好一些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相信我们伟大的胡夫法老会感谢您的。让我们帮你一起搬东西吧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施工工具实在是太多了。苦力活就让我们来干吧，您只要负责站在原地指挥就可以了。一会儿我们就趁机用工具把小鸡丁就地解决。瘦高高，你不愧是全世界最聪明的黄鼠狼。那我们先去把那些工具拉过来啊。那就麻烦你们了。真是太好了，有帮手了。尊敬的鸡丁小姐，装鼻子时间现在开始，请选择你喜欢的鼻子。胖子，好嘞，来了。胖子快点。快点快点。一号鼻子，这个怎么样啊？赶紧换下来，怎么可以用猪鼻子啊？胖子，下一个。这是第二个鼻子，这个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不能用萝卜。胖子，下一个。这是第三个鼻子，这次怎么样啊？怎么用南瓜呀？不可以的。我建议你们用和头像颜色一致的鼻子会合适些。这个 No, 太圆了。这个 No, 还是太圆。这个呢？差不多了，要是再尖一点就好了。让我想想，他还有完没完呢？有了。是什么？那就是是什么？快说呀！小鸡们黄黄的鼻子最帅最长，也最适合狮身人面像了。
鸡鼻子来啦！胖乎乎，好戏就要开始了。这鼻子还真不错呢。我们推车去撞鸡丁。啊，黄鼠狼！救命啊！站住！真没挑战性。鸡丁，你给我下来！下来，下来！有本事你们就上来呀！那就尝尝炸弹的厉害吧！嗨，我爱鸡米花。我们应该礼尚往来。有了！鸡丁在盖房顶，就现在，趁鸡丁不注意，我们上去抓住它。今天一定要烤小鸡，真的能行吗？笨蛋，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，在下面等着。别动！好险！好痛啊！两个笨蛋，气死我了！竟敢小瞧我！小哥哥，等等我！看我的！瘦高高，我和你拼了！耶！你也跟他一起去吧！哇哦，飞得真远呐！瘦高高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晚上再来吧。好吧，反正现在也没什么招了。夜晚的景色真美呀。瘦高高，干嘛起那么早抓鸡呀？我都没睡够呢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懂不懂？走。可恶的鸡丁，这周围肯定都埋了地雷，别睡了，胖乎乎。得想个办法才行。有了。这次一定要成功。胖乎乎，快过来帮忙啊。放手。瘦高高，
狗狗那么快就回来了。小狗狗，我来接住你。我们又失败了。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挺起胸，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。睁开眼，这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